讲什么？他们后来，而且因为你会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又会再碰到，因为澎湖就这么大，所以你可能在吃仙人掌便的时候，就突然就有人走过去，然后就放了一条那个纸条给你，然后你一打开就说可以跟你做朋友吗？对，那时候啦，那种学生的时候，好可爱。很值得回忆。对，去三天两夜被搭讪20次。可是你其实季节要选对，就是你要先找到说你是要去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澎湖嘛，所以很多学生那时候其实也都是要毕业，但是也没什么钱出国的话，然后就会选择同一个地方。所以你在那边可以碰到很多同侪的。哦，这样听起来出国效果不错，对不对？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在欧洲跟台湾那边跑来跑去。他应该也受欢迎。对，是吗？亚洲女生在欧洲非常非常吃香。一来她根本搞不清楚你几岁，永远都会少10岁以上的在看你，真的。然后第二个，她们只要看到你的头发如果没有做造型是直的，她们就疯狂了。为什么？他们问说你是把它烫直的吗？我说没有，天生是直的。然后我就一屁股跟她说，我年纪这么大。我2年前跟我的姐妹她去巴黎嘛，我不是有一次请假，我都被搭讪哎。你是这么正的，被搭讪很正常啊。我觉得我都比你大几岁了，然后她一直跟着我说她，我记得好像是类似奥赛美术馆之类的吧，她想要跟我介绍这些，哇，就这样。我说 I can read English， 可是她还是一路的想要一直跟我。I can teach you better。为什么要咬下唇？我是说，你怎么讲行话？对他们真的分不出来，他们分不出年纪，他也不在意年纪，这样讲好。其实也不在意。像我这次去剑桥，然后那个帮我们划船的，剑桥不是划船吗？就是徐志摩划那个，就讲那个地方。贵族运动。对，然后就有一个那个Newcastle 的那个一个大学生在那边打工，在帮我们划船。然后结果他一看到我呢，他就一直不停的追问我的年龄。然后一直问我是不是大学生，我心里想说，我大学生我都不知道哪一年早就毕业了。然后他就是一直怀疑说你可能还是大学生，他们真的帅的那种帅。然后在划那个船的时候，那个 muscle 线条都会出来，有没有？因为他要撑那个船，他是要他是故意要秀给你看。出国的约会，我觉得好处是哦，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因为大家都太保守了，我们其实不太会进行一个正常的约会。你要想一下，我们的女生去跟男生约会的时候，我们都等着看男生要表演什么。女生好像都没有在投入的，我们都等着看男生要端什么菜，看他怎么对我好。对，可是，在国外，请你注意，在国外是很普遍，就是大家我们出去喝一杯，我们出去聊个天，先聊一下，你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他继续 date 下去嘛。那所以，我觉得去出国还可以学习怎么样好好跟人家聊天。可是他的缺点就是你很难维持。特别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艳遇啦，但是欧洲跟你有一个高度，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艳遇。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他说他没有，但是如果有真的很难维持。就是你说 long distance 对不对？因为欧洲差6个小时，英国差7个小时，所以当你要起床的时候，他要睡觉了。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是很难维持。没错，对，所以这是过来人的经验，就玩在一起一个暑假就 OK， 可以学习珍惜当下啦。我觉得招桃花，要改运的方式还有就是善用香水，还有香喷喷就能讨人喜欢。对，这个很重要吗？那发香味，人的一个身上散发出来味道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以前印象中，就是我以前很喜欢一个男生，就是有点迷恋他，但不是因为觉得他长得特别帅，或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但就只是纯粹觉得哇，他身上的味道。就散发出来的是重了，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味道，然后我也找不到那个味道，因为很独特。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问这男生说：“你这个香水味是什么味道？我好想知道哦。”因为你就会有，你知道，比如说冷的时候嘛，出去，然后他就说：“借外套给我披。”但是一披的时候，身上就有他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你到底是喷什么香水可以告诉我吗？然后他就死都不告诉我，他说你只要常跟我出去的话，你就可以闻到。哇，好厉害，是不是？他也算是蛮，也对你蛮有感觉。女生我觉得就是发香味很重要，因为香水味可能大家男生会觉得因为很多种味道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男生嘛。我一闻就知道他用什么牌的香水。
沙龙帕斯。不好说，别的别打损伤。所以法香你很注重，对，就是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迷人的，就像那个好好哥说一样，就是费洛蒙的味道，就是你只要吸引到那个对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很迷恋他。嗯，前一阵有人送我一个礼盒，一打开来我好兴奋，我还以为我一件老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生没那么老啦，但是我说一打开来，我第一个反应是哇，糖果哎，这五颜六色嘛，差点拿起来吃，结果不是。天山雪莲，你们老是吃这种，到底是什么？不吃西太后是什么？你知道吗？香水肥皂哦。是像一个一个果冻一样，像 jelly。然后问题是，你用那个香水肥皂洗澡，你残留在上面。对，你就是你洗完的感觉是很淡很淡的香水。男生哦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喷太多在身上。对，你要很自然的。你比如说就是这样子，啾啾两下，然后你就 walk over， 偷偷的转一下。是什么味道？来来一下，来这边一下。这个很好闻哎。阿国国术馆。谁要国术馆的味道？哎，不错啊，真的好闻。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很香，国术馆，出去你有时候去一些 bar 哦，然后你碰到一些女生，比如说你去 say hi， 然后就会叫哦，拥抱一下。而且这个时候吵杂的音乐要很近的，对对，因为可能那种地方有烟味啊，对不对？男生你就可以这样子抹一抹啊，然后呢这边沾一下，这边沾一下，那像我们这样子哦 hi 的时候呢？他的个这边的这个鼻子就刚好靠在这边，就会闻到。以前有一个男生，我其实看他很多眼，我都觉得他不怎么样，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其他才艺有或没有。但有一天，我就是发现我好喜欢他哦，就是因为香水这个味道。是吗？对，因为他用了我最喜欢偶像的香水。不是哦，什么的？因为我闻到那个香水味，我想到乔尼戴普，我真的觉得你喜欢这种坏坏。因为香味你会有好感，我会对这个男生完全就大改观，而且我觉得他很容易吸引就是女生，因为像是有一次我去录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因为都是全部都是男模，所以其实脸啊身材长相其实都很棒，可是差不多那样，都差不多，但是里面就因为有一个他刚好涂我最喜欢的香水，我就觉得他超帅超帅。男模，对，我觉得我一辈子没办法忘记孙国豪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味道好浓，到现在。对啊，你闻到了，我们也闻到了。对啊，你才喷两下。对，喷两下。你那是没有，因为刚刚为了示范就按的比较用力了。香，那个香好香哦。不是这样会怀疑我今天是录影吗？跑去哪里了？对，没有。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香水很重要的是呢，就是说男生要去买的时候啊，要问你的姐妹好朋友。对。像我刚刚就会问，因为我今天带两个来嘛，我就问他说哪一个比较香，他就说刚刚这个喷的是他觉得喜欢的味道，因为另外一个太娘味了。啊，你们会分吗？另外一个是水果味，就是女生就是觉得还是男生要喷一点点 man 的味道，对对对，你不能太像女生的味道，但又不能太老派，就是那种古龙水的味道，你就觉得哇，古龙水好不行。哎，那你们女生可以接受，就是这个男生有一点这个天生的狐臭的味道，然后他又喷了一点香水去盖，不行，真的吗？干脆再加咖啡跟烟味融在一起，什么味道？Hi， nice meeting you。从来没有那么恶心的味道，控鼻。大家都会那个忽略，其实嗅觉是人非常就是不容易忘记的。你可能跟一个人已经分手了，很多事情你都忘记了。可是有一天你走在捷运上或走在街上，然后你再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其实会马上让你就立马想起那个人。然后我觉得香水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些礼貌，就是我尽量大家尽量不要去问，当你闻到很好闻的香水，不管是女生男生，不要去问他是哪一排。哪一款？因为大家会去分，人家说美国人啊就会很喜欢跟你分享。我跟你讲，这个是哪一排？这个是什么 CK 还是哪里？会烦死你。但是法国人绝对不会跟你讲。为什么？他如果真的告，因为香水是一个身体，是每个人的密码。哦。就像我个人，我非常介意人家知道我是什么香水。是吗？对，因为你还是会很
就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会翻个白眼，想说下班一个给他，想问你这个死白目都是你，你这样问下去，我现在就要换香水了。哦，因为他就会想去买撞香味吗？他就会想去买，那那个感觉像撞衫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所以香味对你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样，那我自己的状况是，我觉得女生擦了香水，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女人味，对不对？嗯，还有另外一招。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会喷一点男香在我的枕头上。为什么？就闻我喜欢的味道，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因为你闻到喜欢的男，你会感觉有一个男生在那里，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然后那种女人味会慢慢的在这样，再更加散发出来。我觉得改变造型的话，立马就可以吸引别人的目光，因为我这个真的蛮有用的。像是我以前是长头发，给大家看一下。会很长头发的样子，好像比较艳丽感，漂亮啊！可是就是男人缘没有比较好哎。我是真的剪了头发之后，然后变这样，对，你短发感觉现在这样，你很适合短发，对啊，对，因为我剪了短发之后，后来就是跟我就是示好的男生变很多，比较亲和感，对对对，就是比较亲民。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就要依照自己的型，然后适合怎么样的再去改变。因为如果我是从就短发变长发，那可能又会没有人理我了。对，这长发会比较同，可能觉得距离感比较重，然后比较可以辣一点。对，穿辣的时候，就是长发还短，长发就是可以穿辣一点。没有，我觉得长发就会看起来比较普通，因为大部分出去都是长发的。对，但是你只要剪短发的时候，你会五官整个变得更突出。对对，而且比较你会觉得自己个性。对，然后男生也会觉得哎不同的感觉，因为一票看过去，哎就你一个是短发，就会印象特别深刻。你那群姐妹她有短发的吗？没有哎。全都是长的，而且都很长。哎，刚刚录影前我才跟布莱尔对话，我说布莱尔的短发很好看。对啊，很好看。梅格莱恩是短发，对，梅格莱恩有，很好看，很俏皮。因为我跟他说，因为我生完的时候呢，我曾经因为小孩子嘛，我剪过这种短发，很短。嗯，师长在三个月不看我。布莱尔夸你几句就飞上天喽！其实我真的是很想剪布莱尔那样。哇哦，他是很比较短，对，因为那种短发其实有些适合的人，他剪了之后反而更有女人的魅力在。蛮好看的，你们像那个我最不缺的就是桃花了。